今天结束。四点上大师送火箭，四点上大师就值一个火箭呗。哎呀，其实现在吧，我跟你说，就每把前四，我只要不玩福娃，100%每把都是第四名以上，第四名往，咱不能说保证每把都吃金儿吧，只要福星咱不碰，基本上分儿就是会一直往上升的。你看着没有，我来一把，哎，啪嚓来个福星，然后给我干到第八，白玩了。我来一把拿了个第二，啪嚓来个福星给我干到第八，又白玩了。只要不碰着福星，其他问题都不大，你知道吧？这装备能玩啥呀？这装备能玩啥呀？春哥，没有啥可以玩的呀，这。让我扛一扛，拿个猴打打工吧。现在种蜜也不厉害，你说咋办呢？现在的种蜜狐狸也不太行。这个装备可以御剑仙，御剑仙也不咋厉害。吴亦凡的话没天选还玩不了，你这哎呀，这把的装备我们只适合第四名啊！我可以简单明了的告诉大家，我们只适合第四名。
我御剑仙的装备还让他给我拿了。你要跟我抢东西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想好了吗？哎呦天哪！我拿个女神之泪，你居然还有意见了，是不是？意见还挺大。你什么意见呀？天神不香吗？天神，我就没见过那天神能玩的，没有见过。算了，俺们拿个第四名，硬凑这个法师得了。真幼啊，塔姆！但是你有虚区吗？我想问一下呢。幼你是幼了点，你有虚区吗？他还真就有虚区。哎呀，这奴奴可挺烦人呐！别打奴奴！我要升级就好了，我升级能赢。但我升级我钱不够，我都不想升。我这钱不够啊，没乐意生，让那小子给我钻空子了，挺烦人。你们要是每把都玩那个拼多多法师的话，上到宗师吧，不成问题，要的只是时间，真的，玩到宗师一点问题没有，就现在啊，就赶紧玩，你知道吧？就赶紧玩。一不要技术，二不要运气，知道吧？一不要技术，二不要运气，唯一要的是啥？你就别是手残，你别抢个装备你都抢不明白就行。上来先拿女神之泪，嗨，到处是同行，不怕同行，同行也没事，不怕同行。那你咋还没上呢？我等你呢。告你点上分的技巧，屁话贼多。哎呀，那你咋没上呢？我不玩福星来着吗？狐狸拿一针吧，这把装备不太适合玩啊。
这攻速就爆的就一点用都没有，还有这魔抗的没有任何的用。而且我现在我还有个大剑，我都不知道大剑怎么合。拿大棒合蓝 buff， 科技枪蓝 buff， 上个水银，那春哥给谁呀？说一下拼多多法的组成。小法师银马小驴人算了，哎呀你这不跟你说了，你看一把行不行，看一把给你来一把，给你先来一把你就明白了。别的咱不说，说一说这个阵容到底是怎么组成的。要不是他会偷攻击力，我这猴就无敌。合个科技枪吧也行。实在没有正义之手，就整个科技枪。一共就七个人，锤石、露露、人马、小法、小驴人、分女儿。先不给，一会儿再说吧。等我们打完这个野怪的。其实我现在应该升了，我先给他升了吧，我先给他升了。努努为什么站最后啊？你只需要前期掉血别掉的太多，天选有没有无所谓，其实这把最好给个天选小法吧，因为我们没有小法的装备，最好给个天选小法师吧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，打野怪的时候把猴卖了。好多刺客啊，这把我们可以来个反甲。这黄子的伤害好诡异哦，他这黄子，这黄子虚区我感觉应该没那么高呢。
双杀，107法强。哎呦我操，三个猴，把猴撇了。现在剑魔猪妹那么多，没有了，现在没有几个剑魔猪妹了，现在剑魔猪妹已经很少了，现在不是那明咒节就是拼多多，要么就是猎人，要么就是御剑仙，可能还给个女神之泪吧。也是又是连个屁都没有啊，这个魔法师不能用，这也用不了。给个蛇女儿吧，现在差个分女儿。科技枪这是必须得给的了，给了吧。然后银马这波打完再上吧，输了也行，没事，可以输。输就输了吧。差什么玩意儿？差蛇女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小法升二，锁血。小法师，或者直接天选小法师。就这么个样，来天选就是凑数，这就是这个基本的阵容了。只不过这把我们装备不太好，人来的也不太多，然后呢我就只能递了。可以来个二星的小法就够了，然后再来个天选银马，给个露露，给个分女儿，拼多多就打不过吴亦凡。嗯，打不过。我给个春哥行不行？你们觉得这小法师？我给上个蓝 buff 加春哥吧，是不行？我觉得行，这把刺客那么多，我正好给个春哥，万一这走位失误了，啪嚓死了，是不是？打的劫可能也费劲点，这小子指定要女神之泪，我都不用看。哎呦我操，我这女神之泪拿不了啊，我拿了银马给我合了，我拿全套也给我合了，我这啥也拿不了啊。所以这波我决定拿个锁子甲，卖了卖不了，不让卖。
为啥叫拼多多？因为啥都有啊，332222，所以叫拼多多。给我吃了！加时赛之神，哎，攒攒钱。现在我们应该不用在地了，攒攒钱稍微。也不用拉吧，就这样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有了一首春歌。让人给入了锤石。全员追三，有没有同行？一没有，二没有，三没有，四没有，五没有，六没有，七没有，八没有，那不应该呀，这把那小法师怎么就杀呢？赶紧给个女神泪吧，我不行了，我这没有水滴的，我就一个水滴的，还是自己拿的。来，水滴的，水滴的，别给房哥水滴的，操！你看像这种就这就可以用，直接就安排上，给个锤石，露露差一针，龙刀吧，嗯，你们说是石像鬼，咱还是来一个。离子火花，不是开了？你当你阵容啊，就是全部都两星的时候，你要是来个天选之人，那是很好很好升三的。来啥都能升三，我先来银马我也升。离子火花吧，要不我觉得离子火花行。Baby Bubble， 你上哪？上哪合那啥去？上哪合反甲去？还哪有反甲给你合了？来，把这阿卡丽给我起飞。基本上这种刺客啊，见着我就直接就动不了。呀，他居然动了一下，不敢单呢。哎呦我操！他赢了！我是没想到的啊，他能赢！蛇，他居然能赢！
我得站起来了。我是没想到的，这把也就第四了，没有三星小法，点名点不到，不知道为啥没有。来，这回你赢一个我看看，不信那个事儿了呢。这回你还能赢得了啊？小小刺客，可笑可笑，简直可笑。这把阿卡丽特别多，我们就拿这玩意儿了。法师发俩盾是不是也行？锤石撇两个盾，法师拉八，拉什么八？拉八，哎，可以拉八哈，拉个八吧，拉八上莉莉亚。拉八，法师蛇没用，那是浪费石干了。本来你的法师蛇啊，可以死在眩晕的时候受到12%提升的伤害，然后你杀了个法师，那大蛇就变成8%了，好像是受到的伤害，而且眩晕的时长还没加。为什么他们家这刀锋就一直就死不了呢？我就纳闷了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40滴血，这质量为啥不能上八？对呀，为啥不能上八呀？拉吧拉吧，响月酒吧，为啥这刀锋不去打那锤石呢？难道说我锤石跟露露得换个位置？锤石真是舍己为人呐，锤石就无限给我们家那别的人给套盾。鬼书、炉灯、电刀，不行，我这路放后边点，省得老死。露露这个控制还是很重要的。给个电刀，鬼叔只能给蛇女了，炉灯给辣美，嗯，可以。
小法师为什么不动了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你看，这是不是前四了？马上换个位置吧。老这放着一个位置也不太好，我觉得。正好不行，碰上哪家刺客了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克死你！打的他都还不了手，看着没？直接就还不了手，就打着刺客，没办法还手，还不死啊？死了一个，我们估计这第二了，应该是。这小子倒数第一，这小子倒数第二，这小子第一名，我们倒数第三。他这禁服挺吓人的，还好啊，还好。小法师把那谁杀了。把寒冰杀了呀！再杀一个！哎呀，努努没死吗？啊，努努死了！啊，努努死了，我们就死不了，没事，还有十滴血。也是没啥要的呀。这锤石整个反甲不挺好的吗？他俩都有禁符啊。先把永恩杀了，可以。刀锋死了，禁夫，耗个盾。禁夫虽然狠，但那是真实伤害。哎呦，剩这小子啊！剩这小子。来个三星银马吧，我把银马放左边，锤石跟金夫打一架，让他寒冰先打我银马。小法看能不能把寒冰杀了，可以，后排没有伤害了，剩个禁服，剩个努努，把努努杀了就能赢。
只要努努便把我人都给我吃了。哦哦哦，哎呦，拿下，我可以接受。要学会。